搁车库呢，都在车库呢。本节目由钢枪钢不过落地制作团的自玩酱出品。爱吃鸡儿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自玩酱，带你见证吃鸡儿的一万种吃法。烤，倒一个。干了，不能走。哎哎，咱们队倒一个。还没扣。外子林酿。哎呦我的妈！你也倒了，没血，又他妈没血了！我左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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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块酱，我开了，我看。哎呀，他妈太丧了！我完了完了，都没血了，都没血了，都剩你自己。完了完了，都没血了。补了他，补了他，妈了个逼的！别骂人，别骂人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搁那里看，我在找，在扶人，在扶人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操，这么狗呀！这个屋里有嘞，有嘞有嘞，我丢个嘞。我你要这么准，他跳来了，跳来了，跳来了，打他打他！完了，过来救救我们呀！二人那是在哪打？他没扶死。完了完了完了！哎呀，我操！完犊子了！啊，太分散了，后边又在咱们。非常近，离我离我非常近呐、啊！这人，我感觉高架上有人。但我没看着他。啊，果然搁那边。哎呀，哎呀，不开镜好了，不开镜他就死了，开毛镜啊！啊，是人机还是真人？不管是人机还是真人，咱都搁这不打。来了，这是真人，上楼了，来吧，嘎嘎，哎，要多气也有多气啊。完事儿，就这么横。看不着人了，这不扯呢？这人都哪去了啊？那个人机搁楼上呢，应该是人机吧？啊，人机，不打他，不打他，留着啊、哦！给咱人机就是咱们的好队友，对不？一会儿来人了，他们打人机，我打他们。又来人了。完了完了，没怼过他，哎呦我操，没怼过他。我是自玩酱，一个永远吃不到鸡儿的游戏玩家。